我关心的是，面对着流感疫苗接种服务，介管五十岁以上的成人接种率只有两成左右。卫生局呼吁赶紧接种施打疫苗，保护家己也保护亲人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自十二月起，只要是出世满六个月以上的儿童、青少年以及成人，具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拢会当到嘉义县十八乡镇市卫生所以及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疫苗。卫生局指出，嘉义县通报十例，确诊三例，死亡一例，拢感染 H3N2， 大部分是五十岁以上，而且五十岁到六十四岁成人接种率只有两成左右。因此，响应十二月一号起流感疫苗扩大全面开打政策。接种完之后，大概要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哦，它才会发挥它的功力哦。啊，所以不是妈熊家人妈熊不好了哦，所以它这个吃了之后哦，打了之后，我想它冬令进补的这个时效在能量大概系列版哦，所以我们呼吁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接种率在县里面哦。除了学生之外，是比较高的，大概但是也没有达到八成以上，也只有七成六。那其他的部分哦，事实上都还远远还蛮低的。所以卫生局在这里面去做呼吁了哈，从十二月一号开始，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卫生所，还有县内里面的这个医疗院所，那可以就是来做相关的这个接种的动作。我们县里面总共有这个12000剂嘛哈。那还有剩下10000剂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借由就是来道江的这个请80位的棒球队员哦，率先配合师生哦，全面来接种。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打流感过后单了哦。关注电话官表示，进入流感的季节，民众除了接种流感疫苗之外，平常应该落实接洗手的卫生习惯，出现呼吸道症状应该挂口罩，尽量避免出入人潮真多、空气无流通的公共场所，以防流感病毒的侵袭。新闻，张立新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